算出下列个题的答案。等一下，请同学先按下画面左下角的暂停键，自己先试着算看看。算完之后，再按下播放键，看看正确的答案。某一个数乘以8等于25分之6。我们从前学过乘法的验算，我如果要知道被乘数，我是不是拿他们的答案去除以乘数？以这一题来讲，我就是拿25分之6去除以8，那除以一个整数相当于乘以整数分之1，所以这个算式我可以写成25分之6乘以8分之1。约分之后，分母变为4，分子变为3，乘出来答案就是100%。所以第一题是100%。6乘以多少会等于5分之9？乘法的验算，我如果要知道乘数，是不是就是拿答案去除以被乘数？以这一题来看，就是5分之9除以6，那它会相当于5分之9乘以6分之1。约分之后，分母变为2，分子变为3，那乘出来的结果就是10分之3。第三题同样的，我要知道被乘数，我就拿积二又七分之一去除以乘数5，这个算式相当于7分之15乘以5分之1。约分之后，分母变一，分子变3，那乘出来答案的结果就是7分之3。各位同学，这三题你都算对了吗？